近日，一首支持中国抗疫事业的歌曲《苍生》在各大网站上线，引发网民关注。歌曲是由内地媒体人王悦和香港媒体人谭浩然策划，香港金牌音乐人、香港电影作曲家协会会长韦启良制作。韦启良表示，他中学毕业后开始喜欢音乐，从创作流行曲到电影音乐，为《少年包青天》《新警察故事》《救火英雄》等作品创作经典配乐，并获得第3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音乐奖。他称，创作《苍生》是因为受到全国抗疫事业的感染，香港澳门的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也心系祖国，极尽所能表达对祖国的支持。只用了两个小时，他就谱写了这首民众容易上口的歌曲。一个 Michael Jackson 的 We Are The World 带领了很多歌手去为了当年非洲儿童筹款而做了一只歌。其实我是在那里拿到一个灵感，所以我就想了一个字，就是 We love the world， 我们爱个世界。然后就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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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就开始坐这个 melody 出来。所以就那个副歌就是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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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韦启良在这几个月收到身边海外华人华侨朋友铺天盖地的信息，他们积极向中国施以援手，筹集口罩和医疗物资，捐献大笔金钱。韦启良将美国、澳大利亚、巴西、泰国华人为中国加油的小视频加入到了《苍生》 MV 里面去，画面令人动容，歌曲充满力量。他称，目的就是向世界各地帮助中国抗疫的华人华侨致敬。真系感觉到我哋中国人嘅一个一方有难百方支援嘅一个力量，所以我收到呢啲信息，其实我本身已经好似未做呢件事，未出街，我已经觉得我自己其实渺小咗啦。我做呢件事应该要早啲，即系迟咗，同埋我嘅力量真系渺小。其实出边好多嘅华人嘅力量好强大，好多地方嘅华人其实大家都集结紧力量去帮助紧呢个疫情。咁我哋应该系要俾个敬礼佢，即系真系要多谢佢哋。韦启良表示，希望在全世界各国传递正能量和爱心。歌曲除了普通话和正在制作的粤语版本，还将做出日语、英语、泰语、韩语等版本。我合作开嘅日本音乐公司，咁我将呢件事话咗俾佢哋听，佢哋亦都第一时间即刻支持，亦都佢哋而家制作紧日本版啦，已经，所以日文版应该好快就会出嚟噶啦。咁另外就系我有好多唔同地方嘅朋友，譬如芝加哥嗰边嘅朋友，我都亦都传达咗呢个信息过去，佢哋亦都联络咗嗰边嘅一啲音乐人、歌手。去将呢只歌变成佢哋嘅一个版本。韦启良称，他未来也会多做义工，帮助在疫情中的弱势群体等有需要的人，用自己绵薄之力为抗疫贡献力量。